会更新这些照片干嘛，所以每一个礼拜都有新的零食，这是确定的。就是我不知道这些零食怎么走的这么快，就还蛮好卖的，就很多人喜欢吃小零嘴的话，这边最近几年的整个环境生态都不一样，除了像你们这种扩大以外，还有那种网购的，然后也是临时买的很快，他们那种可能那是在家里工作了，然后一边吃一边工作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我们的电脑将会在10分钟以内关机，谢谢您的合作。我觉得这挺巧，因为昨天，刚好有人安排说明天。